地方是安尼。我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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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听下是你知影即卖外口的气氛，我相信自己的想法，外口一定一二十个，因为你大家是勇敢。其实现在外口八度，八度高度在跳来跳去，在这款的气氛内面，自己按昨日暗开始。一直到今仔日，大家的精神这么啊气旺，算是非常的难得。这也是保证咱的力量要达成。开始的时阵，就是已经往这个成功的路在行。伫昨昏，甲今仔日。安尼连续的感受内面，彼此来交换意见的中间，包括有讲到咱台湾的历史，尤其讲到1915年以后，日本统治的中间，无去用武力。来对付台湾人，用其他文化等等的方式。咱江苏电视台先生特别按这个30年开始，1935年来介绍咱台湾人，用现代的方式、民主的方式。追求人权的保障的方式，追求台湾人的尊严的方式，和日本人来研究看边吼，台湾搁较现代化、靠谱、文明的一个所在。这中间介绍到战争结束，战争结束了，台湾这个所在何去何从？无一个定论，佮介绍到真济各种的人人地事，来甲咱台湾的代志，看变安尼拍算来奉献，甚至牺牲生命，流汗、血腥，这拢免讲，安尼继续到最近。看起来，咱要期待台湾人出头天的一日，还佫距离咱理想的未来有一段距离。这就是咱今仔日大家一只聚会，要来研究看要安怎来处理上要紧的话题。但是国内各种的代志的发展，伫我个人。
过年来的深深的感觉。那不是讲按国际去了解，无按国际去注意讲国和国的中间发生什么代志。尤其东亚这个所在，咱注意台湾这个整个亚洲大陆的外环这个所在，若无去甲注意，咱免追求的方向，可能会行唔到咯。咱有当时啊过去拢按理论上、按政治上去考虑一寡代志，结果互咱找一条路，也是美国人上要紧、上钦佩的一条路。美国人无可能反抗的一条路，就是美国人家己主张的法的方式、法律的追求。来讲 due process， 根据美国人上要紧的，你若跟我讲道理，我就跟你讲道理，会当达到目的这个方式。所以，咱这是一个法律建国的一个组织，唔盲用这款的方式，唔是直接的武力，要和国外，包括美国、日本，或者是现在的当局。来做任何直接的抵抗，加注意报告。东亚最近的情形非常的紧张，随时拢有可能发生战争，或者是无意中发生真大的冲突。我会使安尼讲，美国一切拢准备好，干那咧等中国拍到叛逆，看伊变安怎处理。注意最近看到，今仔日算是十日，多过日前12:50，中国一架飞机，或者这。李赞起飞，这架飞机不敢飞上久，怕会爆炸，所以15分钟就赶紧落来，让全亚洲这，让全世界看，哇，还有这个米。啊，那架飞机若无注意，敢若美国飞机在飞，较大只安尼尔。其实不是，这架飞机是中国家己制造，但是关联一切。包括内容，当中是甲美国啊，扩不过来，当中是去甲规个甲模仿过来。但是这架飞机一长度22.7米，美国一架 F-22 是18.7米啦。比美国还高价，是安怎？有伊个理由，因为这只中国做这只个引擎，伊个发动机啊，无当去找，来要得找，我家己制造，结果伊制造一个真大粒个迄个发动机，啊，只个发动机装伫内面，真容易暗起来，美国人伫遐偷笑，我们也是。隐形的飞机啊，拢飞去无人看着。啊，美国人讲哦，是你家己目睭青盲无关，我才拢看。一点光点，遐大点，伫遐烧滚滚伫遐，就是迄个引擎伤大粒。我这个消息我家己唔知影，也无听人讲，是透早12:00有人直接我讲，真清楚讲，免烦恼啦。这架飞机呢，一旦飞去，伊袂红点就走出来。当然，因即摆现在才两只尔，迄两只飞机一只起飞一只，咱讲做阳春呐，甲迄个较别个啊，赶紧落来吼，咱看来咱看四散去啊，看变怎。但是咱也唔通上过分局，伊就做伊个，
啊，一般来讲，目睭专业看袂到，但是伫即、這个，因为雷达内面，比如遮个精密的雷达，甲天顶咧下来咧看，看完是清清楚楚。所以，总一句话来讲，美国的部队上少准备120年以上，伫亚洲全世界安尼咧说，咱还未做朋友，别日啦，咱要甲讲清楚台湾这代志，伊也未解决。日本当时战争了，伊家己无法度来处理这代志，但是宪法叫美国人甲规定第九条，袂使不分队，所以日本人即马开始，你感觉讲美国人，你若搁安尼玩压制下呢？我这个所在不一样，所以这第九条的宪法一来就是要修改，无修改袂使。万一那表面上无修改，安尼变安怎？我建议用其他的方式来解释，解释讲像美国即马已经印准有些做这个一个防卫性、防卫的部队，是已经变作一个顶有国防。国就像诶，伊个单位跟出来，依次类推的日本大概不外久以来，可能会家己军队立立起来。我昨昏在有公布注意，了解一个对话，奥巴马和胡锦涛在对话的时候，奥巴马甲讲讲，你即卖是全世界上有钱的国家，虽然牺牲真济人，血汗，上有钱，啊，我美国武力上强，但是注意听哦，全世界上强的国家。当中中华起来上强国家，潜在的能力、科技上强的，啊，不是你，更加不是我。我镜头听见，我惊着讲，刚刚许多人在等啊，许多人在等啊。我讲，我该讲实在，日本。日本现在无叮当，一旦有叮当在到底都不是安尼。我相信诸位拢知影，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年的时阵，伊研究已经成功。战争人一顶面要控飞机，啊，咱若用普通常识来想，飞机拄着水，咱就要飞啦。啊！你免得怕死。伊说啊，战水人两只都含在身上，两只还合起来，用各只大个铁弓各一只，用铁弓那边放三只飞机。啊！注意，伊就讲啊，飞机要怎放嘞？我说拗起来，规拗起来，我讲规来放嘞。啊！你也想讲啊，若飞出去？安是唔倒来，免烦恼，飞出去，任务做完，搁再来建筑人员边啊，啊，叫一个许飞机啊，甲救过来，啊，无你。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有这个命啊，所以若是这战争唔是光是战难能力啊，反差不多4个月、2个月啦，美国的事。因为这两架舰虽然会直直驶，驶到美国的海岸，西海岸边，飞机员也照过去，甲电务员迄个武器是番化学的，一寡有看无准个电瓶的，遐人吼会感觉啊，看安尼目睭无快，看安怎个无火了死掉啦，啊咪拢袂生。日本的科技是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这道。美国看到这两架的时候，赶紧拖转去，计赛转，赛转去，伊迄个
迄、那个生理五有其他个分工，分工叫所有人听着，讲诶，两只奖分一只。啊，比讲讲我看卖看卖看卖，把两只拖来拖去，讲我拢负责。但是资料全部的资料机构，老板，在座诸位一定有人看到 discovery， 有啊，即个传播老到贵拢做。所以日本你唔通小，甲看伊一时，战后因为含美国的特别的关系，所以伊安贵拢无特别的军事的活动。但是日本人叫进军起来到底是都唔是小话。虽然日本和美国是看社会，我感觉日本人要和韩国人要做真正理解的朋友，无简单。因为朝鲜人甲伊廷破门甲拍死，这对日本人是永远袂袂记的代志。伊哈尔滨恰头甲拍死。他们台湾人，虽然台湾有去互因遐加减侮辱，或者是教太贵，但是他比较起来来看，至少很多日本的规个教育、社会风气等等一切，是绝对比任何其他一个国家较下咱台湾。所以台湾爱和日本做好朋友。真正用心、心狠甲拍开来和日本人做伙，因为中国即卖伊个钱、甲武器、甲全世界个资料、全世界个抢资源，今仔日个规个非洲拢中国人摕，中国人摕去。东南亚真济国家，原来是和中国有一寡关系，还是关注，甚至伊个作为高铁。已经去了美国包工了，按算西部、甲东部、甲中部有今年要过做几啊条高铁，上少这高铁坐来台湾哩一两百回一趟，按算拢中国比较方便，去无去？伊美国拢咧看，迄款的技术，一般的技术，啥物特别的技术，各方技术，美国人是不咧听的。所以在这款的情形下，中国人因为讲的是和平的规个骨气，规个拢起来，所以真侪人会惊讲，中国人安尼起来到底在变怎？甚至中国人已经讲出来，阮的核心的利益，包括南海，这句话讲出来，美国挡袂牢。所以去年。第二类，美国的国务卿就讲一句话，足简单一句话，我搁转来，亚洲我转来，就是亚洲我无放，即摆已经变安尼啊。这句话等于讲台湾伊无放，别日来台湾即民主制度、人权的保障、自由的社会。法治的风气，伊会一直甲咱加强、甲咱加减、鼓励甲照顾。所以咱就爱认定美国甲日本是咱别日啊外交背后面非常努力去台湾甲记者的单位。我个人有一个澳明的一个研究会，澳明咱台湾一个澳明的研究会。欧洲一个国家爱去和咱做伙，但是现在咱甲个资源摕唔到，也袂摕到。一旦一步一步有机会时阵，我会因为我早起是欧洲留学，所以我会利用一寡算术去和即个德国系统、奥地利、意大利、甲法国做比较的内容。所以安尼转球的，那他们有相当的来往的时阵，我相信台湾未来上时间会较紧。
但是我相信咱个今仔日将隆重的介绍，啊，尤其注意头高会谢大家，啊，认真来研究咱自身，啊，看别安那去他们计较这方式，啊，咱的想法来坚强，这点我相信这是一个真好的开始，尤其第一届，我常讲，任何一个组织的第一届。拢是上了不起的，毋是真正有理想，毋是真正有尊严，真正真早期就想要为台湾来拍命的任何一个人，别想注意安尼。咱这个所在毋是伫市区的中心，要找到遮无好找，甚至后人找无位要转去。注意会当找到到遮，继续安尼两日，我听伊讲，昨昏赶伊返去。做伫官一万年，啊，搁大家安尼忍耐。我问讲，啊，到底是安怎搞好收啦？我听你讲的吼，迄个朱伊的夫人太太伫厝里听讲，我人伫遐咧讲讲一万年哦，我嘛目屎流。啊，那老师先生，互你安尼放你来遮吼，啊，无甲你。安尼，互你较温暖，互你来食吼，伊会感觉，我这代人了不起，实是了不起的代志。我感觉一个真简单的动作，安尼，用迄个睡袋，安尼头壳要晕倒去啊！讲用恁的衫啥物个，做枕头安尼，即款的精神呢？全世界吼，真济甲咱相像，诶，有一动要拍拼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更加现代化成功的过程内面，看你听的这款的故事。所以，注意心肝来爱家己，正欢喜讲我安尼两日，我挡会了第一届，看咱要翕相，这张相来到底，千万千万爱甲挂起来。想着讲，迄一日伫遐关一番人，我若挡会了，即台湾八日啊，无论哪会成功的保证。我想，即、這个等下咱大家去想，啊，我会慢想到，咱二月初五即团拜，即团拜，我个人吼，若看到。像咱大家安尼，像咱热心台湾的代志，我就会感觉讲，唔知要用什么来甲你表示，表示钦佩意思。安尼，咱二月七号台个一个机会，彼此了解更加侪。伫这个要结束的前，我甲主任讲，几本啊册，你若果有好目标，甲请你个。借来看卖，借来看卖。一本，不是五十个理由，中国几代未跳？哪样？两个真资深的新闻记者所写，安徽五十个理由，中国搞未跳。这本你特别搞的是，怎样形容是中国？咱咧听的中国真侪碰风的啦，咱咧听的人机道德，无影的代志。台湾家，拄只我拄啊来的时阵听马老师有咧讲台湾的这個教育，到今仔为止，中国人伫台湾是安那甲咱交谈教育。媒体、警察、特务、军队、司法，我司法要放到后边，因为我家己司法出身哦，我是工人哦，就变小啊，我，对啊，这讲出来司法，安尼甲恁交谈，我头先讲第一本五十个理由，中国搞起来，第二本呢？
台生后世人啊，无要做中国人，世间的一位先生，伊来写，叫做钟祖康，伊来写，这本无啥特别的理论，我拢总看过，干来写伊的感受，伊香港的人，啊，疼惜中国。到尾，我知影，其实都毋是一个啥物国家，迄是一个朝代安尼尔，毋是啥物中国朝代。所以最后，带一个挪威的女性，伊怎搬去伫遐做伊？即本你也看卖，头日到日去查，吼，即中国是变难派。另外，迄即本真出名，大家拢过去拢知影。九瓶共产党，九瓶共产党，这本书你若看了后，你就知影，这本书是外人啊，中国人完全不懂。安那咧杀人，安那咧把一个无辜的人抓来，有哪个了？当然，比讲较快，那个这本，就是张荣用外文写，翻成中文。用诶，毛泽东，我毋是咧叫你接受毛泽东诶想法。你看来看，你就知影讲，中国人啊，毛泽东诶心腹比上要紧诶人，必然时阵还东北性格，人啊人诶关系，北性格，包括伊后生查囝，死也了去啊，毋是为着国家，为着伊诶名誉名声。另外，我只讲到倒来，一本当中国统治世界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一本中国来统治世界，这个人写，他是 Martin Jacks。你若看咧到底，注意看咧到底，头过你看伊三四本，看一本咧到底吼，咱台湾人上受气的，看咧到底吐血。英国人哦，咧学了中国，讲中国今仔日已经飞起来，明仔载全世界拢中国个，安尼讲。啊，咱遮个书，即、這个写册，你甲批评、你甲侮辱的人，七八个啦，七个人。拢符合伊个讲法，哇！这中国起来了，干那一个人，这人过去是非常咱台湾人啊，以后小可讲话小可听得怪怪，但是伫这个视频内面非常有良心，有良心的视频，讲无啊，较早的，安尼直直写拢写中国的 positive。上好的所在，拢讲伊也好，中国问题你嘛是我写者，伊无良心，伊国家无健全，明仔载可能会规个拢破坏去，规个国家会规个毁坏去，你嘛是我写者，一点话记出来，多好话意思讲，咱咧书评揭秘是正面反面拢爱写，伊到尾讲讲出来讲你是别安写，你若无写，干那写这个吼，会引起人唔对的咯。这是要甲注意介绍的几本册，最后一本《一百年的大物件》，George Freeman 写《一百年的大物件》，这本你若看得到，会乎你的规个智慧、你的经验、规个扩阔，因为这本在写过去的五百年。白人的世界，大海洋开始发展到美国、非洲，然后按太平洋这边过来的这个过程，甲今仔日世界，甲分析一百年来可能发生什么代志。这本书你若有方便，甲请你拿来看。这你读得到底吼？我只安尼讲，这书你读得到底吼？我相信啦，
你今仔日是感觉我是普通人，我也无比你较高。但是即几本册你读了到了吼，你会惊惊出社会吼，还是听遐即名嘴咧讲话吼，真是读过册也无。会变作你会感觉讲我真有自信，这是我家己的心得，所以啊注意介绍，因为在座现在各界拢敢我家己兄弟姊妹是啥，我若有读啥物？真正较小好些，我会甲注意介绍。啊，你若拄啊方便，我请你了。直接去一摆，啊，注意，尤其真侪讲师，安尼，透风遐人冷，啊，即款的尊卡的所在，愿意来到遮。啊，这个所在是私人的所在，是有实在，家己的一个。训练中心管理就咱安尼，大家想真安静，大家才来参加学习，这点我只要表示真心的感谢的意思。啊，今仔日就大家要先散会，咱过正了。比如说我看到地面这中间我先啊注意先祝福 Happy New Year， 就是咱的新年当过年，啊说的咱的古年啊这个过年，啊各位你会说过了的上完，这种咱台湾人就是讲要变的一个节气，啊那是基督徒搁往前讲十月二五的圣诞节，这样隆重合体，啊，注意做一个祝福，让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非常感谢。咱多谢夏主席把咱做只分析，请大家起。李姐。来准备过来翕相，吼、哦！来，你稍等一下。那头前的桌啊，吼，桌啊，差五百吼，向后边，后边，准备上边啊，无？你沿桌啊人吼，啊，伊也甲留咧，甲放去边啊，好无？来，伊的桌啊，先塞去边啊，塞去边。哎，咱用筷，卖用筷。哎，搁起来。站起来1500块，有人叫你无？较落去吼，会飞出来，较落去啊！
有人来去无？啊，若无就要交郑老师做公款咯。一排就好了，一排就好，那个刘先生啊，郑老师会请他请他出席，请各位。郑老师，今晚你是不是来的请郑老师跟尤先生，尤先生郑老师关关关路来的，吼，让郑老师跟尤先生开开去。他去来喝酒，他去常来喝酒吼，他等于睡白睡回家，吼、哦。尤先生跟郑老师，尤先生跟郑老师，嘿，嘿，嘿，这个送啥？这笔狗。对了对了对了，哦，这个送啥？哦，双火龙。哎，你也是吧？啊，过过过。